喂，小南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小南？发生什么了？没什么，小贝，我就是有点心情不好。你说人活着为什么这么难？你放心，公司这边难题马上就快解决了。这样吧，小南，要不然我现在过去。你别过来了。我就是我爸跟我妈吵架了，我没事。那我过去陪你两天也行啊。真的不用了，你不是还有个项目吗？你好好忙。行，那你再坚持一下。再见，小北。顾一北的主意，你还想害他害得不够惨吗？苏南，你看咱们俩父女一场，是不是？爸跟你说，你给顾一北说一声，让他把100万给爸，爸以后呀保证不再打扰你的生活。如果不给的话，我把你的事儿就告诉顾一北了啊。你休想！哎，苏南，苏南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不给我钱的话，我就把你偷代码的事儿告诉顾一北。我们一定会向贵公司弥补的。